到我了。我想说，虽然大家都说班长是冰山男生，但是我很幸运，可以和这样一位男生做了2年的同桌。其实我觉得班长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，在他身上，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，也受到了他很多的帮助与照顾。虽然也给你添过不少的麻烦，在此，我想对你说一声，谢谢。最后祝班长永远前程似锦，快乐幸福。哇，好，来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干一个吧，一起干一个，来来来，友谊万岁，友谊万岁，美美，永远快乐幸福哦。